很酷哎、欸，你觉得？防守位超重的。现在呢，准备要去吃我的网友，就是 Sylvia 的算是鉴别餐吧。我还记得我们才在脸书上面认识，然后一起在新加坡转机，现在他下下礼拜要回台湾了，就时间真的过超快的。今天算是有一个一整天完整的行程，对，那就一起期待。他酒吧很帅哦。没有吃到烤布雷，我还得吃。多冷，有够冷，不知道你在干嘛。三杯怪东西，各位观众，谁看得懂这个蜡烛？说九月的时候你再参加，然后但是你直接从最后一轮开始。到了到了，thank you.
的仪式感太引我了。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喝了酒？怎么可能，我喝了 Coke。 海胆呢？这是水母，惬意的生活。退休的房子，大家，我刚拍完那个留学必带，然后我现在想要出门，虽然外面还是下雨，好吵，但是呢，就还是想要出去走走。有一间还蛮神秘的拉面店，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少人，因为我每次去，每次扑空，每次都是人，所以想出门看看。You were the laughter early in the morning, down in the kitchen watching TV. You were the music that led me to the sixth string. Now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heard you sing.I looked up to you, brother. Even when you lost your way. 它就是一个超级难定位的英式早餐。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吃英式早餐呢。In the madness of New York City, oh, you found her, and now I know there's hope for me.Told me the story of how直接被给两张票，为什么啊？它是免费的耶。他买了一台新相机，江江还是超优秀的那一种哟。直接被烧到哟！只要在这里点餐，他就会送来。I found somebody, I say you don't. 这个 taco 还有这个炸鸡汉堡，超级大。She doesn't know that your favorite.I take the blame. Avoid what I can't let go. I don't always think about you. 这个就是一个 platter， 就是这样很大。然后呢，就是两杯饮料。这个呢，就是芒果。这个就是花。对，这全是放梨耶。Sometimes I drive through.All of the streets we used to on First Avenue. Cause sometimes I don't even know.
know where I'm going at first. All of the turns that I had to unlearn. Back to the surface, the feeling of all that we were.是梦想的那种房子哟。这个是鹿鸣哎，鹿鸣就叫做还可以买哦，各位。不用来我家，加米家。我在对面的山的秘密基地，就是这儿没风的地方。超级多人的，非常的期待，完全有一种球赛感。来开箱这个跟票一起买的袋子。来，首先这个红色的我有点看不懂。这个呢，我是觉得它应该是浮板吧？要浮板干嘛？我真看不懂。还有这个就是雨衣，就像现在就是已经有下雨了这样。还有一个这个小别针，别针 OK 啦。我们是一堆疯狂球迷，超跟我说那个500磅的看起来很像在看电影，就我们在这里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有钱500磅穿西装看电影的感觉给你们看，这样子各位，这是有钱人，完全没事还可以喝咖啡，所谓的贫富差距就是这样，演唱会感。演唱会不能带外食哦，是吗？为什么这个火又不会熄灭啊？他们是有胸章的那种爷爷呢，酷爆了，真的酷爆了。
就是我八月在爱丁堡的生活。八月的爱丁堡实在太幸福啦，这里有上千场的艺术活动可以看，我也体验了很多以前绝对不可能看的秀，有点转大人的感觉吧。我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最舍不得的是我感觉我跟一些特别的缘分说了再见，就是因为知道留学一年所认识的人未来不一定会相见，所以更加希望我在乎的人都能一辈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追逐自己的梦想。